曾经在三军总医院当过义工，就是没有拍戏了。为什么？我那时候是年纪大了要生 baby 啦，所以想生孩子，对，想生孩子就吸引了。所以你是在高峰的时候离开的演艺圈嘛？我觉得来过就好，来过就好。所以为了生孩子，那时候离开了演艺圈，对对对对，年纪也大了。那后来呢？那后来就是做了义工吗？对对，做了大概半年多，半年多，然后那他们也对我还不错，就帮我申请了车马费。那就领了10万块钱支票嘛，那领了10万块钱支票，我就想说，嗯，我要犒赏我自己，要买个东西。想了半天，后来我朋友就找我，他说，哎，这个他朋友从香港说，很漂亮，对，做设计来的，然后他这个可以打开来，是，就变成两个，这一打开来，他这个你可以带进去的时候是这样子带的，啊，你可以，对，你可以围指。也套进去，对，两样，那它也可以，也可以单独，对，也可以单独戴，也可以那个，哎，我看这个型就还不错，那合起来戴一次给我们看看，豪华版，豪华版，可是我要戴这只手，因为我做戒指都是做左手，所以如果是把它合起来戴起来，效果是这样，对，漂亮哎，就蛮闪的可是他那时候跟我开价是15万，我想，那我才领10万，对，超过我的预算了，结果说。可不可以便宜一点？就讲了半天，讲了半天呢。他说：“好了好了，算你12万。”我一听，还是超过我预算，结果就狠了心，我说：“不要，那这样子好了，那没关系。”我说：“那我们下次再合作好了。”我说我只有10万块钱，我说要不然就来，要不然就算了这样子。因为那时候是去我朋友家，他带来给我们看的。后来他就东西收收就走了，他就不卖。因为差太多了，对，差太多，他不卖了，好吧？那我就想算了，这种东西其实我觉得买珠宝是一种缘分，你要真喜欢，戴了喜欢就 OK。可是你，哎，你真的买不到，其实我不勉强，我就想说，好吧，那既然不愿意就算了，那我就算了，哎，结果过一个礼拜、两个礼拜、三个礼拜过去了，然后突然我朋友打电话来说，哎，德叔，你还记不记得你看的那个戒指？我说记得，怎么了？他说要卖你嘞，我说真的假的？他说卖我10万块，我在想他可能也是拿回去想说再卖，但是可能没有卖到，对，在高价也没有找到有人，也没有，哎，对，也没有，可能没有卖出去，所以最后他等了大概也不行了，因为他们要回去了，要回香港了，就打电话给我说啊，好了好了，给你了给你了，卖给你这样子 ，OK， 我就买了。所以这也算是我在三军总医院做义工赚来的。好，所以那时候有可能是买到物超所值，因为人家要回香港。这个款式我直接跟你讲，他那是香港那个批发商，他们仿梵克雅宝的款式，它是那个复制品。它是仿的一模一样吗？一模一样吗？对，它设计对。哦，是啊，不过它这钻石项链很漂亮。对，他是说工很好，因为他们说一般来讲哈，正常来讲，香港的工其实比较细，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，我听人家这样讲。其实不是这么说，香港的工比较细，只是说他们分类比较细。比如说，我专门，我这样讲，我开发这个款式，我是真的去这个 Van Cleef & Arpels， 他买一个回来，买一个回来。怎么做你知道吗？包括 K 金的大小重量，因为它有分 size， 像这个的话它要翻开，它有分 size， 它没办法改手，对，要不然的话手有些它没办法改手，所以呢它包括 K 金的重量，包括合金，它的合金都要算得非常精准，你称起来体积跟重量才会一样。再过来就是上面镶多少颗钻石，它的钻石是有大小颗的，所以它一定会仿到非常全部到非常精准，仿得非常精致，所以这一家工厂的这一个部门，他就专访这个，然后全世界销售。那做哪一个款式的，他也是这个部门全部都是这样仿一模一样。就是即便是仿，人家也是很专业的仿。对，他镶的钻石算是很好的，我认为每一个的车工都很标准，所以很亮。好，算小。他说这是18K 的吗？18K 是绝对18K。18K 嘛，他也跟我讲。我们来见价，这10万块是不是真的物超所值？好。请见价，136000元。不错，嘿。它这个总共有2.65克拉的钻石。现在这样的品质，一克拉这是小钻了，所以比较便宜。对，等一下，老师，我怎么都觉得他们好厉害？他总和的那个克拉数，他都算得出来，哎。没有，它里面有打。里面有。
刚好今天管江湖点绝，真的，我给带，我是没有看了，我不知道，没有打位，不能讲得那么精准，这2.65克拉，我说怎么可以把它乘以、这个，连那个0.05都知道，当然不可能是，你把它乘以一克拉，大约40000块，我要评估它40000块，老师不是铁板神，所以这个钻石就是106000元的成本，再加上这个台哈，连工带料，这台哦60几克的小钻，它加起来总共差不多要花30000块来做，才做得起来。所以是136000元是这么来的。哇，那他也真的是对啊，赔钱啊，他不见得赔钱了，在当时、啊。不会啦，我说现在的行情就是这样，因为那时候的行情跟现在行情对我这个15年前买的嘛，哎呦这么久了，15年前，那暂时涨不少啊。对，这叫 K 金。